现在下午两点，最近工资收的比较多，正好有一个员工过生，就让他许个愿望吧。Hello， 帅哥，给我100块是许个愿啊？那我肯定许愿啊。说，我看见最近很多网红去澳门玩，我也想去见识见识，可以吗？嗯 ，OK 啊，大家一起。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谁出钱啊？我可没钱啊。我说，到时候你拍一下视频就可以了。明天出发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外面了，看他们在拍照了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那我们拍完了。拍完了。嗯。角度摆好一点啊。考虑到我粉丝基本上也是土包子，所以我就当个导游，简单介绍一下吧。啊？什么？谢谢。还要给我红包啊？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现在呢在金沙度假区，一般拍照游人都在这边。你看这些一座座不同风格的建筑，有点串烧的感觉，但还是非常宏大的。而它们里面的分布可以说都是一样的。总的来讲，一楼是赌场，往上走就是酒店和商场，不同的地儿，不同的风格。比如我身后这个就叫巴黎人，建筑风格也是法国那边的感觉。巴黎人对面呢就是这伦敦人，哇，真气！好了好了，他们又没交钱，看这么仔细干嘛？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威尼斯，在外观没有前两个宏伟，但里面的惊艳程度绝对闪爆你的和惊艳的。已经进入商场了，看映入眼帘的就是赌场。哦，对了，虽然赌博在澳门合法，但这些赌场都是有赌牌的，你可以理解成营业执照，没有赌牌的赌场一样是不合法的。好了，因为你们不允许拍照，我们就直接去楼上的商场，看是不是很惊艳。小甜蜜们都走不动道了，真的是好看。它挖条运河也就算了，它上面还弄个天幕，它营造那种傍晚时分威尼斯的感觉，那逛起来就特别的惬意。OK， 可以回家了。现在下午2点，现场已经布置好了，待会儿就有面试者过来带大家体验我残酷的面试现场。好了，第一位面试者来了，请进。坐这里。你好，小董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有点激动，有点激动，有点激动。别激动，待会儿可以，都可以。对，好的。看一下你的简历。对。啊，这是。这是我平时兼职修个空调之类的，这个。好。保安，保安。哎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出了点小插曲，大家可以忽略。好了，下一位。请坐。哇，社长你好帅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帅？谢谢。你应聘什么职位？商务。我看一下我简历。商务的话需要很好的沟通能力。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我还说多种语言呢。哦，示范一下。校长 YYDS。 哎呀，我还听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能正常点吗？那我一口气多说清楚。啊，行啊，可以。你的帅子，你扑街了你！如果你个人不录取我的话，那我就让我的表哥来收拾你了吧。啊，还不错。会外语吗 ？No problem. Oh yeah, you're my. 假装自己失明了，看员工如何照料自己。开玩笑，我的人员还需要验证吗？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，待会儿帮我记录一下，保密哦。OK，Follow me。有人吗？快来扶我一下。哎，校长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快过来扶一下呀！来来来，别这么热情啊，都是好孩子。小事儿，就角膜炎啊，做了手术，这两天可能看不见啊，扶我去办公室。就是啊，好啊，好。给我拿下，可热可冷，给我倒杯水啊！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好好。校长室来了。啊来了来了。这水味道有点不对呀、啊。这是新造的口味黑茶。你小子，哎，平时没有白长你啊，去工作。好。
进头进头啊，张总坐这站都走了，对，都走了都走了，你去监督一下他们啊，然后给我汇报一下。OK， 我走了。快点包，快点包。肖总他们都挺好的，那也挺自觉。对，肖总，活都干完了，下班了吗？你看看。啊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啊，我现在有点饿了，给我买点吃的。肖总，你工资还没发到，一根筋是吧？哎，你看肖总都这样了，你去买一下怎么了？哎，咋就这么久，掉坑里了。哎，我手机呢？肖总，肖总，这边来，喝张嘴。啊。咋都是骨头？哦，是鸡架，本来就没多少肉，这种吃法。哦，耶，吃的呢？就一个。哦，这是。你小子，下班走吧。挺香的啊，应该是新品。现在是晚上十点，被员工的呼噜声吵醒了。让我看看谁大晚上不好好工作，给他调整一下作息。先新增两条公司条例，让他们一睡醒就能看到惊喜。再让我看看谁呼噜打得那么响，睡得那么香。怎么了？小调皮装睡美人了，我要吻上去啦！再送他们每人一套关节剂，松筋活骨，酸爽的嘞。当然啦，员工偷懒，我也不能熟视无睹。周末就不给他放假了，让我把羊毛薅回来。啊，我周末还要约会呢。发昏啦，你这个月被甩了几次还不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分手吧。孺子可教，做老板嘛就是要精明一点，学会赏罚分明，才能提高员工的干劲。完成的不错，奖励你穿新裙子吧。怎么啦？就是我能把存银的工资取回来吗？你存的是死期，此路不通哦。现在是早上五点，刚把员工叫醒干活了，趁着空闲读读粉丝私信，看看我的粉丝又多了什么妖魔鬼怪。第一条，肖总，我感觉你长得好像混血儿啊。这条我不点进去都知道是夸我的，大家对我的颜值还是蛮肯定的，眼光好的嘞。但我在这里回应大家一下，我不是混血，看看说什么，是男女混血。你真是老母猪带一套又一套。下一条，肖总，听说你是潮男，可以看看我的穿搭吗？朋友都对我审美不是很理解，你可以看看吗？头像就是我，看看。我也不是很理解。来来来，你理解吗？完全理解不了。你们员工工资多少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初创公司，没有员工之分，更不会跟视频一样让员工交钱。这来了个新员工，这是他的简历，看一下。先让他入个股。现在是早上六点，员工们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，闲来无事读读大家的私信，待会儿再去补个觉。第一条，笑哥哥，你可以送我一个手机吗？我是一个初中生，但是想要一个手机，求求你了，可以吗？你真的是初生吗？哦，初中生吗？啊，但我这里是私信池，不是许愿池，许愿池还得投币呢，你币呢？下一条，我被你害的，这有问题，麻烦回复一下笑总，我是你的心。六，下一条，肖总，你的牙是怎么缺的？这是我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，本不想和大家多说，今天就占用公共资源回应一下。那是一个深夜，有两个员工非要留下来加班，我不让他们加班，他们不听，还叫我滚。在拉扯中，我被今天晚上还加班吗？哦，看情况，你先把本职工作做好。今天收到一位粉丝求助，他说我们练了一个女生三年，夸张，最多几个月，所以他想委托我把这封信和这些礼物送给他。哎，我其实有点纳闷啊，你知道地址为什么不自己去？羞涩？我觉得是被 CPU 了。哎，很有可能，那就帮帮他，顺便帮他把关。出发。为了不让员工摸鱼，所以把他们都带上。
因为路程有点远，所以这次我们就开车去。哎，别跑，那这次不收钱。哎，你们看，快没油了。我也不好意思找粉丝要油钱，要不你们凑车，这样我也没收你们车费嘛。你认真吗，肖总？啊，你认真的吗？对啊，肖总，才交工资，我们真没钱了。快到了，准备下车。应该是阿斌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好阴森的感觉。家伙准备好。啊，走。哎呀，谢谢你。男的，还没开始就给绿了，有可能是他爸。啊，我们是送快递的。啊，别忘，哎，请问现在有这样在家吗？我就是啊。啊，你们是送礼物的吧？给我吧。现在下午一点，带员工自费去上海玩了一圈，在外面看花了眼，回来无精打采的，准备换个政策，让他们收收心。先给他们吃点家乡特产，激活他们遥远而美好的回忆，再带他们充分体验山城特色，爬爬山，跑跑步，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锻炼。小调皮们，来个套餐补充体力啊！啊，套餐500，最后再带他们体验夜文化，越夜越美丽，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凌晨之前必须做完哦。当然啦，劳逸结合也很关键，让他们白吃可不行，就把睡觉的时间抠出来加倍干活吧。上班摸鱼扣200，那我辞职。啊，可以啊，你先把这个月欠的工资交一下，祝你好运吧。做老板嘛，就是要精明一点，学会防范于未然，突发事件才能稳住泰山。这个太平了，突然用手写吧。你好，我来面试。请坐。经常听我儿子提起你。你儿子是？